是要吃嘛，不怕胖啊，只怕饿。他比较多，我只有一次，因为他都很凶，他打男生。我没有。然后男生都不敢接近他，因为他跟就是像男人婆这样，所以别的男生也是把他当男生。没有。左左右右，偶像是叶舒华，同学播888代表作《秒头》。左左右右已经国中毕业了，还记得十年前才五岁的他们，因为超强唱跳爆红吗？跳过很多舞啊，会不会现在的舞步还记得吗？小时候的那些舞蹈？不想记，没有。他讲的，就是没有不敢看自己以前的东西。可是一定班上会有人，不是？会。而且学校那种带舞，他就播，你小时候就逃出去厕所。大家那时候都说很可爱。现在国中毕业啊，要去高中嘛，那有没有特别紧张或期待的事情？期待社团，可能去热舞社，但是也有可能是去烹饪。烹饪，因为我想要吃东西。你会喜欢煮东西？喜欢吃东西。社团之外，会不会就是想要谈恋爱？对男生没好麻烦，就是要注重什么形象啊，然后什么时候不要顾虑到对方啊，然后高中可能就很忙，然后又要再处，又要再多一件事，就是很麻烦。那你们有偷偷跟你们告白，偷偷传纸条啊？国小有，因为我们国中的女校，他比较多，我只有，因为他都很凶，他打男生。我没有。然后男生都不敢接近他，因为他跟就是像男人婆这样，所以别的男生也是把他当男生。没有。那种都是。很直接的那种，都直接的，没有很多，真的没有很多，蛮多的，没有。所以你们会互相比较说啊，谁的功课比较好，谁的不会，不会去比较，因为我本来就比较烂，就看得出来。然后数学研究，我只是要不用钱，然后有吃的才会去。我数学真的是烂到一个我没有进阶，很烂那一种。我国文跟英文比较好，他是。数学就跟我差不多，只是没有到特别好，就是中上一点点，但是因为，你们就在练习的过程有没有遇到就是比较挫折、比较难过的事情，记不起来或者是不会记不起来，就是功课记不起来。现在的年纪会想要减肥的，这个时候就是要吃嘛，不怕胖啊，只怕饿。我们可以去踢馆。那你们自己在跳舞上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偶像，或者是你想学习的对象？叶舒华，漂亮，而且很好笑，他很直白，他就不会很做作，对，他就没有偶包，对，不喜欢那种做作的。因为你们之前有说就觉得化妆啊什么要化妆吗？很麻烦，然后还要写化妆花钱花时间，人家不能去睡觉。对，把时间拿去做更好的事情。接下来还会想要再回去演艺圈表演？想要表演，就是看缘分，如果机会到了就可以，但是不会去强求这样。